覧の番組は CL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性美至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低価格、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我看太久了吧？我想说，录下去让它响几声之后，应该就那个就好了。感觉睡太久了吧？好，4月15号早上10点多，我们要搭乘这个高铁，终于又南下了。前阵子比较忙，比较少南下，这次就是去这个嘉义，有时间再吃美食。好，没时间就赶回来。今天要去收一台车子哦，我们很久没拍了哦，3个月，超过，我觉得超过。好啦，那我们这个就准备南下，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收什么好车，那就待会见。飞这么久，手机响了。到了，哦，今天出门的时候那个天气很烂哎，就来到这边看就是艳阳普照。来载我们的是他的朋友，车主今天上班没有空，所以是他朋友介绍他把车卖给我，然后代为处理。懂？他开着他的车来载我？不是哦，他先带我们去他家。可能先看车没问题，再带我们去监理站哦，跟大家讲好这个整个树枝图，每个人物的关系。得了得了得了，请客啊，够麻烦你啊，那请喝你。胡先生，胡先，看这叫轻松，你爱胡先生，爱我叫施先生。啊，你家庭的。我载你来看车。哎，你马赛嘿哦。系啊。靠腰啊，你骑啊，车友。啊，我是要卖车，我就讲问看你要卖多少。哇，提早曝光，我们要去看的车了。这个啊，我们要去看的车也是这个。也是这个。神奇了吧？1998年射飞楼。1998年。对啊。跟我同年的。跟你同年，那你要不要买？我们那么久没出门，你怀疑说为什么为了一台 Safiro 下来的猫腻，一定有猫腻，对不对？看一下它的那个波棍，波棍，波棍，手牌，你们可能不懂啊，手牌很少是不是？这个当初哈、哦，原厂的手牌车，台湾应该没意外就100台而已，100台。据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菲律宾那边实验性只做出来100台，裕隆做，因为裕隆在菲律宾有工厂，听说是那边做好运回台湾，然后要做检验，检验完就员工认购，没有对外卖。对，第二种说法是日制。要运去菲律宾，结果被裕隆分了100台到台湾，员工认购，这两种说法。可是我觉得日本做的很容易判别啊。等一下我们打开看他一些贴纸号码，就知道是日本做的。好，这个老屁股才会知道这数量真的台湾数量不多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坐车好几年才会遇到一次，这个不是每天遇得到的。你看车灯也换过了，水箱也换过了。我来看一下已经盖上面，对，是贴中文的，那我觉得应该是菲律宾做的机会比较大。我看还是引擎盖换过，引擎盖有转，他们别的贴纸，可是你看那边是日文的，对啊，那个牌是日文的，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株式会社啊，会社都懂株。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反正这个车都是很稀少，这个是可以纳入小狮的博物馆清单、口袋名单啊，我觉得是可以的。他应该也做过一些跟动，比如说这个大灯应该换过，跟这个水箱护罩应该也是换过的。好，他当初是这个2.0的 V6 的手牌车，然后因缘际会，我们的粉丝今天去高铁站载我们的粉丝，这刚好是他朋友的车，然后他朋友自售，一直被放鸟，一直被放鸟，要不然就来出巴拉价，然后要不然就是约好了，请好假了就放鸟，就堵拦，然后他就说我帮你问一下我台北的朋友，他就问我，他说你等我，他就问他朋友，马上他朋友说好，他叫他牵走，就这样，就这样，这么爽快。我坦白说啦，这个车不懂它价值的2-3万，觉得，可是在我这个年代，这个车的原厂手牌，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价值啊。我说你只要车况是让我可以从嘉义开回台北，我就没问题，因为他很怀疑，你知道，你确定吗？你来了不会真的唧唧歪歪一大堆吗？很担心，因为被放鸟多了，被出巴拉加多了。我说我确定啊，就这样，于是我来到了这里。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当初的这一批1998年 Safiro 型号上是没有登录引擎号码，所以代表说什么？引擎可以做升级，
然后据我所了解，它这一个变速箱它可以对应到日制的 VQ25 2500的，或者是台制的30 3000的都可以 match， 所以应该是回去蛮有得玩的。可是我觉得它如果它的引擎状况不错，我应该是不会弄2000手牌原来应该就很好开了。我之前是不是讲过，我说 V6 的手牌很好开啊？讲到这个，我们那406嘞，我那天有看到，我们那个也是 V6 手牌啊。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当初配的这个手牌变速箱是密齿比的。密齿比是什么意思？密齿比就是起步很强劲，简单讲，如果齿比比较疏的话，就是尾速比较强，比较快。所以你去，看你在，我看那阿丹，你每天都在那边啊甩尾，在改车，在打电动，你都不知道你在改啥。我猜啊，密齿就是比04那种，就是要用密齿，就是你的起步初段很强劲，可是你到了一个时速之后，你就速度就有点慢。像你那台改得很烂的 M5 电动里面那台，那就是改太密了，你连起步都很难开，你知道吗？懂吗？看小师长知识，这样以后打电动会改车了吗？哦。好，我看一下车。哦，我刚看到这叶子板也换过啊，就这都黑色的，你看换过的叶子板底色是黑色的，然后这水箱架漆也很新，所以这水箱架应该也喷过。他刚刚也才偷偷跟我讲啊，为什么他朋友今天没来，还叫他帮忙处理，你知道吗？说他朋友舍不得看他开走，他本来想说就不要卖了，就放着，反正嘉义这边好停车啊。对，嘉义这边地理人杰，天气又好，而且其实他引擎很干呢，你看一下，不是那种油漉漉的，有没有？有的引擎一掀开，老车全部都油漉漉，你看这是很干呢，而且它是自然的干呢，它不是洗干净的，其实因为它是脏的。我们现在就看完引擎室好不好？好 ，Super Waste。极度耗油，极度浪费。哎、欸，椅子还不错啦，就是门板脱漆，然后当初连安全气囊也没有，有恒温空调，然后他改了一个萤幕，哦，后面椅子也还不错，他椅子不知道是不是翻过的。哦，皮带送皮带，买车送皮带。这车银色意外的还不错，哎，只是有一些配件可能要整理一下。好，不要浪费时间，我把它发动。好不好？基本上可以开，我们就没问题了。哎、欸，要求那么低啊，跟阿呆现在找女伴的要求一样。我来试一下，说他发动要不要踩离合器？不用。试一下冷气冷不冷？不然嘉义那么热，等一下还没有开离开嘉义就中风了。有。好，搞定了。有人，好了嘞，可以买了嘞。哎，我觉得我最近我人生很没有意义，因为很久没有这种比较特别的东西出现，所以还蛮开心的。很容易满足、啊。快乐就是那么简单，把钱换成自己喜欢的东西，男人的快乐就那么简单。现在因为这个，我们要想办法去监理站先把它过户领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监理站办过户，直接去办。好，办完我们再直接开回家，好不好？所以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走。好了，我跟你讲很奇怪哦，我发现很多代办有没有？嗯，里面的椅子都是重的，木头椅，然后这个中间石头的，很多代办，我去很多代办，他们都放这种椅子，不知道为什么。啊，不，我要讲什么啊？我是要讲那个啦，我们刚刚就是发了一个限动嘛，有没有？嘉义有什么好吃的及在线的？反正现在还在等过户，因为这次过户比较久，因为他那个有一些验车的部分要处理。谢谢嘉义热心的朋友推荐我们一些这边的名产，那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后大家如果来嘉义这几天都可以放在口袋名单，对不对？大力砂锅鱼头、东河香肠，旁边有一个什么可以抗忧郁的益生菌饮料，但是它没有写哪一间。林聪明也有人讲，还有黄记凉面、琉璃掌鸡肉饭、嘉农人香鸡排、民雄阿碧鸭肉羹、福记烤鸭，哦，还有火鸡达人鸡片饭，推荐白菜卤。哦，凤梨叔叔。凤梨叔叔饮料店，还有嘉义肉圆，我没在嘉义吃过肉圆，对啊，嘉义的肉圆不知道跟其他县市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小确幸炸饭团，还有这个仁爱路的阿 K 给爸爸阿岸米糕腿裤饭，他就写三个字腿裤饭，我不知道哪里的腿裤饭。还有新港鸭肉羹，新港鸭肉羹是我们吃的那个吧？我们是吃月美，然后还有上海脆皮臭豆腐。好，3:30才开，他说保证爽，保证爽，他写保证爽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什么，是哪一种爽法？
付钱的时候会爽死。好、哦，还有公园火鸡肉饭，没有一个跟你讲什么喷水什么有的没的，没有喷水。这个就是在地人现在推荐的，我念完了，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们等一下也不可能全吃了啦，哦，因为今天时间拜嘛，其实蛮晚的，我马上赶回台北。台北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挑个一两间附近的，就从这里面挑。哎、欸，等一下还有人要有嘉义热情的粉丝要送什么煎蛋饼给我们吃的？他来这里哦。对，他来这里啊。对，他刚刚已经贴给我说他去买了、啊。哎、欸，又一个嘉义肉圆传来了，而且还带附网址。等一下，同一家吗？就是同一间啊。我看有重复的表示真的不错。哎、欸，炸的呢？有没有？哦，炸的。它是什么酱？哎、欸，它也是白酱哎。我旁边附一个汤，黑白酱。欸、好像不错呢，而且不会很远，好像可以，开车七分钟啊。好，我们等一下去看有没有好不好停车。哇，才刚讲完呢，我才刚讲完你而已，你就来了。来，我买四块。哦，谢谢，来来来。饮料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没关系，哎、欸，这个是有名的吗？我就是为了这个等很久。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这件是叫什么？庙口煎饼。对啊，你看啊、哦，它里面就是高丽菜，还有冬粉，还有点肉末，还有肉末。对，每天都要排队啊、哦。我刚问完你，我去他那里才三分钟，我等了快十五分钟超过。对啊对啊，麻烦你们吃一看啊，记得要加啦。谢谢啦，谢谢啦。我要走了。为什么？我女朋友找我。为了你，我把我女朋友 lost 掉了。啊，我没跟你谢谢姐嘞，那我跟你合拍一张，你也。好好那这么还送东西来，三二一，谢谢啦，谢谢，拍谁拍谁，谢谢，啊，请慢一点哦，拜拜，请慢一点，拜。哎，送来就走呢，你拍谁不？他为了你抛下女友，抛下女友呢？那个女友可能还，太感动啊，刚好肚子饿了，不然我们先客了好不好？好啊，直接客了啊，来。然后有高丽菜、冬粉、肉，哦，啊，我们就把酱，没意外应该是要挤进去的，把它流进去。好，开动，太感动了，我今天第一餐啦，已经快五点了，我今天第一餐，客了，有点脆，它的外面是有一点像，它不像葱油饼，它外面有一像面粉，吃起来比较像面包，应该是面粉做的，哇，它蛋是全熟的，其实我刚刚吃前面两口没有酱就还不错。听说要排队啊，他刚刚跟我讲排第二十分钟，我想要怎么那么久？也不是我肚子饿，真的好好吃啊，好有点油啊，你看，因为炸的吧，我嘴巴里都有啊。你吃到辣椒了吗？吃啦，它辣椒是甜辣酱。哦，所以不是辣的。对，就甜辣酱。这个当做下午的点心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不过我台北真的没看过这个。对啊，我没看过啊。有可能是我不知道而已啦，因为我其实觉得它东西蛮简单的啊，它叫冰炸货嘛，那里面的内馅其实跟水煎包的内馅很像。很像。金高黑有没有？黑逼啊，去找高丽菜、冬粉跟这应该是韭菜。对，然后加一颗蛋这样，它这比较接近葱油饼，介于葱油饼跟水煎包之间的，它的皮是脆脆软软的。它就这样来，然后三分钟就走了。还是我拜托他跟我照张相再走，他才留下来一下。不过它冬粉蛮少的，吃不太到冬粉，每一口咬起来都只有大部分都咬到高丽菜，然后它的肉末也很少，所以你咬起来很少有咬到肉的感觉，就当点心而已。好，搞定了。哎、欸、呀、啊，没有你几套吗？哦，嗯，好吧，你看，结果办了一个过户，又有饼吃。有饮料哦，还是一个杏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低价格，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搞定了呢，我、哦、办好久哦，一整天呢，办到现在五点，昏倒。它的很多东西要吗？什么灯光啊，灯泡不符合规定啊，有的没的，搞了半天，终于搞定了。哎，车主刚刚很舍不得呢。刚刚我们回到他家的时候，他老婆听到那个排气管声音，跟他女儿说：“爸爸回来了。”他结果不是，他出来啊，可不是哦，卖掉了哦。对啊，然后他老婆刚刚有视讯打给他老公啊，哦，哎，我看他脸快哭出来呢。被考。对啊，因为他有视讯，然后我有看到那个车主的脸，没有看得出来啦，是有花心血啊。他的刚有讲，他刹车还是换那个3000cc 的 Safilo 的双活塞卡钳。如果2000正常是单活塞，为什么我当初一句话我就要马上就要下来？因为他照片给我看，我看得出这台车之前是一定是有用心照顾的。啊，只是现在哦，他们又有一台自拍车了，然后想说就放在那边也不是办法。缴税金，我们就来接受人家的爱，好不好？好啦，那这个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看网友的推荐去吃个东西吧。
好，拍我，拍我。好，网友推荐，嘉义肉圆，嘉义肉圆，是不是？70年老店嘞，70年老店，好不好？网友推荐的，不好吃。公布他的账号，公布他的账号。好，走。我第一次吃到富一碗汤的呢，然后这个桌上有蒜蓉跟甜辣酱，然后肉圆，它也是一样是白酱跟黑酱。那我马上再先刻第一口原味的，先吃皮 QQ。Q， 它有没有是那种肉块的？是块状。一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台中比较多是那个全部肉都像狮子狮子头，对，包子一样，狮子头一样。然后我现在要加蒜蓉酱跟这个辣椒酱，先这样。啊，我喝一口这种汤好不好？啊，就是很清淡的柴鱼高汤。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等一下子吃完倒进来，拿来连酱一起喝，就跟你吃关东煮一样，甜不辣一样。那我来看这个加过的。哦，它这个辣椒有点酸酸甜甜的提味，蒜头进去以后好吃加倍。来，一定要加蒜头，一定要加蒜头。这个倒是不一定，其实它原本的酱是清淡甜甜咸咸的，我觉得它里面包的东西很单纯，它就只有肉而已，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什么笋子啊，什么都没有。好，阿呆客，我把汤加进来。你吃完了？我想这么快，真的跟台中一样，一煮就是两颗啦。只是因为我们刚好吃那个饼了，我想说，对啊，有点薄薄的，对啊，没有，就是这样喝就对了，跟关东煮一样。顺便帮他把碗洗干净，干净。他等一下回去比较好洗。关东煮，你等一下你喝就知道。给过，这间可以。OK， 下次大家可以来吃。还在录了，靠杯啊！哦，来6点，我们终于上高速公路了。我觉得嘉义来了几次，我真的觉得嘉义很不错。嘉义人感觉是非常的敦厚善良，对不对？来了，然后办过户的那个代办的小姐，好，你笑什么？也很客气啊，对不对？好，还有粉丝送东西来的，我们在路上被遇到合拍照的，今天拍了三十。有哦，有，应该有。在高铁站已经拍了，那监理站又拍2-3个，还不错，蛮开心的，天气又好。好，然后今天买到这台1998年的 Sapphire 2.0的手牌的原厂手牌，没有型号码，原厂手牌，好不好？可是我觉得这个引擎，我目前开起来，我真的觉得状况还不错，目前呐、啊，好，温度也控制很好。它这边有装低温风扇开关，好，有没有看这边有个 ABC， 右边在黑色在机器啦。那个开了以后，它的水箱护罩里面有两个像警察一样的灯会闪。哦，那个警示灯哦。对啊，警示灯会闪啊。好啊，左边那个是低温风扇开关啊，它会提早开启你的风扇啊。这个以前改车必改的东西啊。我觉得整体上车况我觉得还算不错。其实避震器的调性我有点不喜欢。它避震器其实开平路舒服，可是蹬到一些酷辣其实太硬，声音很大，弹跳也很大。然后再来一个就风切声超大，哦，风切声可以改进。奇怪，以前 Sapphire 风切声有那么大声吗？我感觉 Sapphire 是这个绝对是值得收藏的一台车。第一个当初卖得很好，第一个零件很多，第三个全世界都有卖，美国叫什么 i30 这样子的，平的。然后日本也有卖，好像也是叫 Sapphire， 大陆也有卖啊，刚刚讲风度，台湾也有卖，菲律宾也有卖。东南亚都有，所以那个零件材料应该是蛮多的，只是现在要买新的可能买不太到，沙漏一定很好杀。然后再来一个是当初他的广告就是 Sapphire 跟我要讲那么多吗？搞不好我们还在拍一集，我是不要讲那么细。好，管他了，他的广告就是跟劳斯莱斯在里面用分配仪，跟劳斯莱斯哦，跟劳斯莱斯比啊，车发动嘛，在车里面测那个啊噪音啊，比劳斯莱斯安静啊，他一定没有测试开在路上，因为这个风切声很大声，或许可能是胶条老化啦，我不晓得，因为两边风切声是真的蛮大的声的，好不好？然后最后我们本来前面都有拍这台车买多少钱，可是最后一刻我们刚刚要上高速公路前接到车主电话说希望我们不要透露买多少钱，所以这一台车我只能跟大家讲我们入手价格不到10万，我最后跟他妥协沟通的结果说那我可不可以说不到10万，他说可以，好不好？
那这个人家有难言之隐，好不好？我们就配合一下。那原厂手牌当初没意外限量100台，加上已经挂掉的，应该剩没几台了。那我们就这个入手价个位数，好不好？个差万元这样子跟大家分享。这车回去我应该还是会把它稍微再简单的翻修整理一下，翻新整理一下。这个不叫爱车大奶照，简单弄不要叫大奶照，简单弄就是什么老车补完计划啊，还叫完补。完补跟补完在哪？你要本完跟完本在哪里？哎、欸，不错。然后嘉义美食也吃到了，庙口蛋饼跟那个嘉义肉圆。很可惜，真的今天办的时间太长了。我本来想要今天真的有一个美食的两家三家这样。我们是不是一点多就到嘉义站？应该快2点。然后办到4点多，很久，真的很久，真的很久。我们很少在嘉义站等很久啊，因为比较特别啦。对啊，因为它是所有的资料都需要去补，然后都需要去验车，要不然正常我们是回去我们再过就好。好啦，那这个久违的下乡收车之旅就到这边了。喜欢类似的影片要记得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留言告诉我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收车计划。那今天的神秘肉已估美食已吃，那就下次见，拜拜。代办等好久、哦，哎、欸，隔壁刚好有个剪头发的、欸，是吧？哦，干嘛？你要剪了？对啊，这么随性哦。我剪头发都这样啊。哦，好啊，你去体验一下嘉义的剪头发。是，它是传统的那种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呢。应该会剪吧？应该可以吧？好了，来剪一下。好，你去剪。头发，我觉得知道剪一些地方就会觉得很可怕。你剪头发吗？拍片拍到一半剪到了，不是也太快了吧？快吧，5分钟。白头发搞出来，对吧？好快，没有在，不是靠头发在撑。信美智香，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セーパカク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